Hello，请问你叫草泥马吗？大家好，这里是闪奶制造，今天带大家来体验一下美国万圣节农场摘南瓜和骑小矮马是什么样的体验。你看我身后一地的南瓜。That's whatever, I trust her. 南瓜人。这里还有给小孩子起的小矮马，这马都好小啊，这如果是成人骑在它上面可能脚都要沾地了。哎，看小孩骑小矮马，拉磨转圈大王，这些马都是老牧马人了，从小培养牧马人。溜了溜了。不许动 ！FBI， 举起手来！自由的美利坚，南瓜的每一天。怪瓜！好呀，那这个瓜拿回去就可以拿来刻南瓜灯。长得越怪，越适合刻南瓜灯。哇，这个瓜上面长了什么？肿瘤菌。你怎么拿了个香瓜出来？这是白白瓜，不好看吗？好可爱啊！香瓜，而且长得非常适合做南瓜的。这个就比较可爱了。这是什么？这是给我吃的吗？老子不吃，就给老子吃这个。叫草泥马吗？哇，你还答应，他答应我了。我问他你叫草泥马吗？他看这儿爷，吓一跳。一年一度南瓜拍卖，15、12、10块。8块、6块、5块、4块，可以，我觉得15块这个就不错。要了，就它了。要，不不，把人家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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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Hello。拜拜。哇，这两只感情这么好的吗？